使用测试仪器测出来大约是38度左右，那打开腰带风扇对我的皮肤来降温一下，接着一样使用仪器来进行测试，从35度、34、33，最低可以看到有32度左右，它的降温效果呢算是相当有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铁爸。最近呢，大家都在聊出国的行程，甚至有的朋友已经出国玩好几次。那像我们出去玩啊，学生会携带的周边，除了手机、相机、蓝牙耳机，用来拍照打卡、听音乐之外，夏天到了嘛，户外气温就会比较高啊，整个旅游过程也会比较容易热啊。所以大部分的朋友都会买类似这种手持式啊，或者是颈挂式的随身风扇，用来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啊，让旅游跑行程可以更加的舒适。那一般像这种传统风扇，它的降温效果就比较有限了，而且范围呢都是一直朝着头吹啊，我们的颈部以下。身体还是会感觉相当的闷热，那更惨的还是那种手持式的，你要一直拿着风扇来吹，到最后反而没有降温，还越吹越热，根本就是一个热的循环啊，而且手还超酸的，并且呢，还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它上面那个实体的风扇啊。我们女生的头发如果是比较长的啊，在使用风扇的时候，就很可能被卷进去啊，还蛮危险的哦。所以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款呢，除了有平行扇叶，使用起来更安全之外，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有五个出风口啊，360度环到我们身体。一整圈都有非常强大的气流啊，让我们整个人感到非常凉爽哦。它就是来自法国的品牌 Thomson 腰带风扇，可以看到它就是人如其名啊，设计成一个腰带的造型，上面配置了五个强力涡轮风扇，原厂的话还有提供我们两条长度不同的固定腰带啊，那我们不同身形的朋友都可以来使用哦。OK， 那相信大家比较想知道的就是它实际使用起来的效果啊，这个没问题哦，稍后会有实测的片段给大家。那照惯例呢，先帮大家确认一下它在硬体规格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腰带风扇的本体，分别有 Type-C 界面的充电孔，以及使用状态的指示灯，还有一个 Power 电源按键。长按的话可以启动腰带风扇，再按一下可以切换不同档位的风速，分别有 30%、60%、100% 的出风量。那像我有时候会带去爬山啊，或者是骑乘自行车的时候，因为身体有在动会产生热能，就建议直接开启 100% 的档位啊，让我们身体可以维持舒爽哦。接着是它内建的锂电池呢，是有提供我们6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哦，拥有相当不错的续航力啊，是可以连续去使用高达4小时的哦。以我们去户外登山健行啊，一般来说3-4小时的路程都是可以连续使用没问题的。那如果想要增加续航力的话呢，这款腰带它是可以边充边使用的，我就可以另外购买一颗小型的行动电源啊，直接接上去连续来供电啊，让我们外出一整天的旅程呢都可以非常的凉爽哦。那再来我们看到它上面这五颗强力的涡轮风扇啊，上方的话是出风口，下面的话就是进风口，可以发现在进风口还特别设计有这种金属防尘的结构啊，能避免一些毛絮啦、灰尘吸入，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安全。接着重点来咯，这五颗强力涡轮风扇呢，核心搭载的拥有每分钟 522.5L 送风量的能力，再搭配它内部33片的涡轮，多层次的切断风扇吹出来的风，那我们使用腰带风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变得像是自然微风那样更加的柔顺舒服哦。这边呢也跟传统的手持风扇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传统风扇的风量是有啊，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到位，那 Thomson 腰带风扇所吹出来的风量呢，就明显比较够力啊。那我也将腰带风扇频繁往上吹，可以看到五颗风扇集体往上吹，被侧物几乎是被漩涡气流漂浮在半空中啊，所以可想而知环绕身体吹的话呢，会有多凉爽了吧。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款腰带风扇它应该要怎么来安装呢，我们可以先拿出短的衔接腰带环绕腰部一圈试试看，如果长度足够的话呢，就直接使用短腰带就好，那像是体型比较壮硕的朋友啊，也可以使用另外一条长的衔接腰带来增加腰带风扇整体的使用长度哦。 OK， 像这样子围绕着腰部啊，再将尾端扣入收尾就可以了，或者呢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就是直接将腰带风扇安装在身体里面，像这样子把它藏在衣服里面，五个风扇围绕着身体吹啊，真的非常凉爽哦。而且它内部接触到我们身体皮肤的面料呢，是采用相当亲肤的细胶材质啊，接触到我们皮肤就相当的温润滑顺。而且说真的，它这个细胶材质加上360度环绕风扇的降温，会让身体感觉到有点冰凉的 feel 啊，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去户外运动啊，更能有效的来降低身体体温，延长我们运动时间哦。好的，那接着就是这款腰带风扇在实际使用降温效果的实测啦。在户外太阳相当大的状态下，刚跑完步，体温相当的高，使用测试仪器测出来大约是38度左右。那打开腰带风扇对我的皮肤来降温一下，接着一样使用仪器来进行测试，从35度、34、33，最低可以看到有32度左右，它的降温效果呢算是相当有感哦。而且这只是对单一范围来吹风降温啊，如果是360度环绕身体来使用的话呢，
那个效果会更棒更凉爽哦。这个部分经过我几次的外出啊，不论是去登山、跑步、骑自行车，都能明显感到它带来的凉爽舒适啊。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外出，有搭配腰带风扇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旅程更加舒服哦。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些小细节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蛮 care 的，这里我也帮大家注意到。第一个，可能有人会担心风扇的工作音量太大，反而会影响我们心情。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哦。Amazon 这款腰带风扇，它的作业音量大约只有40到50分贝，在户外使用的话是不太会感受到的。再来的话，就是它会不会很重啊？挂在腰上反而会觉得疲累呢？整体实际撑起来大约只有690克左右，算是蛮轻巧的哦，甚至比我们一般外出的背包不到三分之一的重量。基本上挂配在腰上使用啊，是完全感受不出它的重量的，反而是它5颗的360度涡轮风扇啊，会让我们身体更加凉爽哦。所以综合了以上这么多优点的这一款腰带风扇，不论是我们要安排外出旅游啊、出国玩的行程，或者是长时间在外工作的朋友们，想要让身体有更棒的降温周边的话呢，就非常推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自法国的品牌 Thomson 腰带风扇。拥有5颗强力涡轮风扇，吹出的风360度环绕身体，超凉爽，还能解放我们的双手，不用再累累的手持风扇，并且在吹风的范围也进化了，不再只是朝着头部吹风，是真正让全身都能凉爽起来哦。更棒的是，它还拥有长达4小时的续航力啊，那我们不论是出国旅游、户外各项运动，或者是长时间在外工作，都能有足够的续航力，使用它来让身体更加凉爽舒适哦。OK， 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分享的 Thomson 腰带风扇也有兴趣的话呢，我将官方最新的购买优惠资讯啊，放在影片下方，大家可以去点来看看哦。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非常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喽，谢谢大家，拜拜。